眼线戏，没有那么烂。就是前面那两个人不跟我互动，好丢脸，在干嘛？传说中被警方扣留的烟饼拿进去了。火好大哦！我都感受到热气，太有多可怕！给你们大家看一下，谢谢。要眼晕倒哦，不能动。最好是双手交叉。一个人换衣服。这样子哦，然后两个这样拍起来，你要保护他。然后你，这一对。来，等一下好了，校长你休息，你来做好不好？你来做。救星。然后你不用讲了，好不好？你过来好不好？你过来就来，对，他说他叫你弄，对不对？救星。把他抬起来，抬起来，然后你边跟他讲话。2013年
中奖最佳导演组，得奖的是黄明泰。这是不是黄？其实是因为他太冷了。我的火腿太冷了。他刚刚创造了一句非常屌的句子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为什么女生冬天的时候要穿短裙，上面穿毛衣？因为火腿要冷藏，牛奶要保温。我现在冷到我的牛奶都要变冷了。大圈圈转。